我不是不敢玩，我是、啊、路上会有人来吓你，然后找家子被吓到爆。哎呀，我没有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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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、欸，他超残，一百七，一百七。你走吧，你走吧。这里也是鬼屋。阿巧车坏了，阿巧还是用身体把我顶出去。不是你要讲，好好讲，这听起来很奇怪。推你，推你。哦哦哦哦 ，push me，push me。而且因为这里的，他们都扮成鬼，然后他们会看你越害怕，他们就越来吓你。我没有很害怕、啊，我看起来没有没有没有，还要感应到。锤头啊！再再一，再再一场。再再一场，再再再再再。啊！那时候就是那个鬼远远的过来，然后吵架子就整个从后面大绕一圈，然后那鬼就跟着也绕一圈。我们就像是中间的一个圆柱体，吵架子是绕我们，然后那鬼也跟着绕。然后吵架子就超害怕。但是我不管前面到底是我的哪个。同行队友，我就直接钻到他们，就我钻石巧克力跟泡芙中间，巧克力就直接钻过来，我就觉得超好笑，就像是个小女孩，然后很害怕，然后这边乱钻。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吵架子，超好笑。我化为团队的泥鳅。然后每次那个有鬼的时候，我就会偷偷到他后面去推他，然后一直比了吵架子，让那个鬼知道。你还要比我？还要比啊？你超坏、欸！笑死，他们真的会去感应，他们真的是老练的。阿喵就是想被吓，阿喵就是无所谓的走过去，然后那些鬼就完全不理他。没有，我跟你说，他们就是有那个气场，气场，他们会读那气场，想理他们。我觉得散发那个气场还想被吓，他们要装一下。想飞下就跟着吵架子。那阿喵还是把我拉着走，我想说不要碰我，离我远一点，我没有要想要被吓的意思。秦王绕柱。他说鬼都一直吓我，我要跟着你走。因为阿杰真的就是瞬间变成超级小女孩，那边各种东奔西跑。对，脚超痛，那边瞬间都不痛了。飞出去，然后第二天那个杂志那边说，哦，我腿要断了。每天在那边说腿要断了，然后都没事。对，我跟你说，我跟尤里克的那个脚趾到现在还是蛮麻的。你们到底在干嘛？感觉好像太夸张了。不知道哎、欸，潜移默化改变我的筋吗？筋膜之类。哎、欸，我头破了。别怕，一枪都没中。超残。没料。好恶心的啦，妈耶！哦，有料了，有料了，有料了！谁知谁知？阿谦救我，阿谦！阿谦救人，所以这么隐形啊！我们到底救了几次？好强好强哦！我烂爆了，你知道？但我救的超强。爹爹把我救起来，然后我起来，爹爹倒，我起来，二话不说直接隐形了。哈哈哈！超猛的啦！当你们的面拉人，狂拉猛拉耶！真的，对面好可怜。但是阿姐刚直接跳过。不是，真的太透明了。你真的太透明了。我这样子都跳过，我还想说，是这边先改了吗？我记得没有吧？哎、欸，啊，你那个，我说你没办法救吗？然后还记得和服那天，吵架子还
很慎重其事的，就是说他的腿真的不行。然后 我感受到的气场就是，他好像真的是那个腿严重到要看医生。对，然后就是、哦、好像你真的再让我走一步，我真的会哭给你看。然后他虽然是这样子说，然后后来不是继续走了。啊，没办法，不走那边人这么多，隔天也都继续走了。太浮夸了，太浮夸了。脚真的好痛哦，怎么会这样？吓死我了！人生没那么痛过，我没有想过脚可以这么痛、欸。你看，他都讲得很严重，我就觉得好像真的很严重，但实际他还是可以走。那我就会觉得好像也没有严重，是不是可以走？可是脚底传来的锥心之痛，你懂吧？而且这人是已经坐下来了，但脚依然都没有变好，就是脚底板是一直传出刺痛，想说到底怎样？他说冷掉，他就一直说的这么的浮夸，然后就很担心。吃烧肉那天，我真的是人生最痛的一场。我就想说，这是不是烧肉店里面了？是不是草鸭子可能不能再走了？要当天可能要去看医生啊，或干什么？然后没有，隔天就还是跟我们继续逛街。草鸭子每天当天需要休息。其实我觉得我可能要休息一天。讲的超级严重、欸。我觉得可能有严重，但是没有到那么的可怕。但是对不对，你年轻人怎么脚这么美丽，对不对、哎、因为我太胖了，我的四肢你超苗条，你风一吹你就倒了，说啥、嗯、这一次我就觉得是、哎、我真棒，四肢纤细，中间比较我就只有腰有时候会疼，但就坐着休息一下就哎。不会说我原本也是腰痛，我后来脚痛到我腰都感觉不痛，我脚就真的都还可以，好好哦。这就是有在训练，超慢跑，就是超慢跑。那你们出去玩都会走一整天吗？嗯，没有想要走一整天，但是会变成走一整天。然后，就是你要逛啊，就没有办法。那个地点就是预想是大概待3个小时，但我们就可以很厉害待到5个小时。而且我觉得主要有时候就是因为你要逛啊，要买啊，但是虽然走很多，可是他们那边日本算是还不错啊，就是你坐着位置还蛮多的，所以蛮长都还是可以在 CD 一下。因为我以前去香港是想要找位置都找不到。哦，对啦，台湾的位置也没有到非常低。要进店里面 ，Seven 啦 ，Seven， 我们便利商店的位置还不错。而且我们旁边蹲着也还好啊，但出国在旁边蹲着我就觉得不太好。我看到你在跟 Yuriko 说话，我就觉得很好笑，然后他还是一脸不懂，哈，有吗？你们超级超级糗的，我真的很不想跟你，但是。他们在电车上，然后聊着聊着，忽然就超级大笑，我就觉得哦，头好疼。那、哦、我就是在丢人的一群，不然声音有时候不能。哎、欸，嗯。然后走着走着，然后就在路上就席地而坐啊，然后或者是因为我们有时候可能要看一下路，确认一下要走哪里，然后结果就直接挡在大行人的中间，直接车站的中间，或者车站逼出来，才刚逼出来，然后就直接停住了，拜托你到旁边去。就第一个人可能有稍微在旁边，但是有没有接二连三，他就是排队排过来，他说不对，你就要挤过去边边啊。这边国际里呼吸不到新鲜空气，这些菜比吧。Enemy spotted. It looks small. 啊，那不是哦，看看光，都没看到人呢，也没有空投。弟弟，我们去哪里？没有想法，我刚在找人在哪，但都没有找到人了，可能都在圈外打架，不然就是把人外挂。不然怎么圈那么大一个，就剩7组。那我们去采集场，那边应该会很多人过来。
行啊，那有什么问题？Bam to the woozle, sending out a decoy. So you 现在还有觉得腿很酸？对，腿现在不酸，但大拇指还是麻的，就是感觉针刺进去好像不会有感觉。啊？我跟尤里都是啊。你们到底在干嘛？是我们被我们脚趾被鬼附身了。啊？不知道啊，就做大拇指。但是好远啊。你们的脚怎么了？哦、好远。那边哦。标点处。他在圈外、啊，我们迟早要过来、啊。我们堵他。我已经踩好高点了。You know, it's better in my mind. Take a breather. We're already in the ring. 我要先踩前。哦，这里也蛮舒服。哎，有人飞，有人飞。爆炸一个！有一只很残，有一只很残。电到，可以。Nice。哦，炸弹，炸弹！哦哦哦哦！无敌高炮嘞！五枪哎！真的没人了、欸，哎、欸，有人，有人这边有。爆甲，胖胖，直布罗陀。好。哎呦，潘洛金色，只要他一只。潘洛金色，你要吗 ？M lock here， 麻烦。哎，别急，我们可以去开红箱。那好像是罗巴吧？你在射我？后面这边有一对，你后面。我这边点上。啊？不行，那个可能要下来，因为我们后面高点有人。好。我鼻子好痒，鼻子好痒，鼻子，我要抓鼻子。开这里，开这里，等一下。有，那可以。哎！他坏透了。他对我坏坏。我们去开那个。好，我们去开那个。小心他的队友，他队友应该还在堵外。哎，有声音。有人开了。地雷！哎呀，他救我过来！哎呀，好准！啊！我去干吧！我这边有个机器人，两队两队，我这边两队，这边过来一只。三毒喽，好，你就可以飞。他们偷偷摸摸就把红箱摸掉，可恶！所以没有解他。若静，可不可以把阿乔救起来？好像可以。你有披萨吗？前面有自救台跟那个复活台。复活台在比较后面。我大爆卡，我大爆卡。我也大爆卡。哦。卡到走不动。我被 DDoS 了。
前面有人开。他只要滑翔，都没有多滑翔。对。哦哇，他直接附一个重生台给我哎、欸。啊，这么好哦，生命哦哦，而且现在重生台超快，有没有？已经到了。他到了耶，什么意思？哎、现在重生台超快。那我要放很多个重生台。在我旁边、哦、制作的就直接有，好像是我们这个角色才有，所以现在资源世界爆强。哦，这边有三个大殿哦。制作台会给复活台，有可能都会，都有哦。但还是超强。哦，我的金盘哦。你的可以去楼上。这光的声音也太奇怪。哦，用过了。好缺狙击子弹。可以制作，但就没有制作过了。这里了，28。耶！等我们拆好位置。那这就没问题了。声音也太奇怪了。嗯、弓箭吗？还是什么？对啊，弓箭。咻的声音。Enemy out there. Kinetic. Reloading. 这里有一只。哎，小夹子。哎，我怎么下去了？笑死！这不是麦块，真的走会掉下去的。轻机枪伤害很高 ，OK。一点下去。超小，看不到。你的东西。